大家好，我是 LD Lux 主持人文珊，今天又有新袋介绍，就是这个 Chanel 的垂盖手袋。这个绝对是超新款的，也可以近镜给大家看一看。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大的黑金色的发廊扣，还有它是小样皮来的，所以摸上去就非常软熟。而它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的粗金色链带啦，咁啊，佢呢个粗金色链带咧系非常之 sharp 啦，同埋我好中意咧，佢前面咧，其实咧佢都好细致嘅做得，前面咧其实咧你掟出落嚟咧，你系会有两个咧细嘅发廊 CC logo 嘅，都可以睇到啦，非常之靓。咁佢咧亦都有个微笑口袋啦，咁不如咧打开里面俾大家睇一睇啦，噔噔，咁佢咧就系粉红色嘅，另外咧亦都有个贴袋啦，都可以俾你装卡啦，咁同埋咧亦都系可以放置你嘅电话啊、银包等等噶。咁我呢部电话咧就系 iPhone 13 Pro 嚟嘅，咁我亦都放落去啦，咁大家咧都可以睇到啦。其实咧仲有位置咧可以放置其他嘢，或者甚至更大嘅电话噶。好啦，跟住咧就要教大家咧点样去孭呢一个袋啦。咁大家咧都可以睇到啦。咁其实咧佢有一袋三孭嘅。咁首先咧我就已经将呢个链带咧，其实系可以随意调校呢个链带嘅长度啦。咁我就将佢咧变成两边平衡啦。而呢两个发廊 CC logo 咧就可以抌上前啦。咁就成为一个上薄款啦。咁刚才咧我都有孭到俾我啲朋友睇啦。咁佢都觉得咧系非常之衬我。我自己就最喜欢这个孭法，因为我觉得感觉上也挺有女人味。另外也可以将这个链带就变成一个侧孭或者斜孭的款式。我现在就侧孭给大家看一看。其实平时可能穿一些很率性的衣服就可以用这个孭法，甚至也可以斜孭的，将两个 CC logo 就放上前，感觉咧亦都有啲少女味啦，同埋型格啊！咁唔知大家咧想唔想买呢个袋翻屋企咧？如果大家想买嘅话咧，咁就要揿入呢个 post 嘅 link 啦，然后可以睇一睇咧呢个袋嘅 details 啦，甚至可以立即购买噶。咁当然啦，大家咧如果有啲咩问题嘅话咧，都可以 inbox 我哋 LD Lux 小助手噶。今集嘅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